注意力发电机现在靠来来撑不了多久，必须尽快修好电池。各位欢乐城的游客们，抱歉通知大家，欢乐城的电力不够大家继续玩了。但是大家都不同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我宣布，欢乐城将举办有史以来最盛大的闯关比赛，让我们一起迎接这场狂欢吧！市长在做什么？市民应该担心电力的呀，还有心情看节目吗？确实没有心情。所以我们要制造心情。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进来了。现在他们都在关注比赛，接近灯塔轻而易举。待会儿我就偷偷过去，输入电脑病毒。三四郎，收好病毒卡片，丢了就没有办法破坏注意力发电机了。你说711很可能混进比赛，可怎么把他们揪出来？丽丽莎，你的窗花了。真的吗？哪里呀？711在那儿。什么东西？终于找到你们了，711小队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现身吧。为了平衡星际资源的分配，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，穿越银河火线，凝聚暗黑力量，伯布、莉莉莎、三四郎，银河盗猎团711小队。好帅的命中率，好厉害啊！就是，还有地心人，对呀，好可爱呀！我也觉得。说谁是矮脚猫啊？911！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们竟然能吸引那么强的关注，简直能量爆表啊！怎么回事？他们是盗猎团，是邪恶的外星人，你们为什么还喜欢啊？就是喜欢他们又丑又奇怪的样子，和其他选手不一样。已经有超高热度的选手诞生，711，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。看我大肚子冲击！原来肚子大也能这么玩儿！哇，好聪明啊！他们好好玩啊，好厉害！我要美美的出现在电视上。他们要破坏注意力发电机，根本不是来比赛的。要快点终止比赛，抓住711！你们为什么针对711？一定是嫉妒他们热度高。我看得正开心呢，别扫兴。市长，711想要破坏注意力发电机，不能让他们靠近灯塔，快点阻止他们。711给欢乐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和能量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为711送上欢呼。注意力发电机，我们来了。好啊。怎么回事？别挡着我们的路！你们太厉害了，能采访一下吗？不，还是先装一会儿，等机会成熟了再行动。好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有什么想问的，尽管问吧。711果然是这次比赛最大的明星，大家一起为711加油！711！看来我们只有参加比赛，才能阻止他们了。可是已经来不及报名了呀。我有办法了。喂，这两位选手，这是入口，不能出去，出口在那边。抱歉，我们这就回去。第二小组预赛马上开始。整个欢乐城都站在我们这边，
团长的任务肯定没问题了。那两只老虎肯定在哪个角落干着急呢。第二小组预赛的获胜者是那两只老虎怎么也跑进来了。获胜者是饰演湖中外星人的卡卡和琪琪。他们怎么也参加比赛了？决赛即将开始，对赛双方就是卡卡奇奇队和七幺幺队。观众朋友们，一起为你们心中的冠军加油吧！七幺幺，七幺幺，七幺幺。各位欢乐城的游客，我们的决赛马上开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大声呼喊你们心中的冠军！七幺幺，七幺幺，七幺幺，七幺幺。比赛开始。不不，给我挡着！四四郎，给我挡着！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完美形象！笑死我了！不要开心了！丽丽莎，丽丽莎，丽丽莎，丽丽莎！太疯狂了！说不定七幺幺偷走发电机，他们都觉得好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赢，不能让他们接近灯塔。我的魅力已经让全城陷入疯狂。怎么突然加速了？你猜莉莉莎会不会救他？肯定不会呀，救了就不好玩了。谢谢你，莉莉莎。怎么了？大家突然安静了。嘿，为我们加油啊！太假了，这不是我们喜欢的莉莉莎。对。我们喜欢的莉莉莎一向我行我素，很有个性的。没错，我还是那个美少女莉莉莎，真没劲。没意思。完了，我的关注度不成魅力，还有团长的破坏计划，差点忘了。三四郎，糟了，他们开始行动了。为什么又是我？终于到灯塔了，这是团长大人给我们的超级电脑病毒，只要我插入电脑里面。卡卡，我来救你。七幺幺呢？快成功了。我快坚持不住了。愚蠢的神奇星，愚蠢的欢乐城，七幺幺真的是来破坏我们欢乐城的。那两只小老虎说的是真的。病毒植入完了没？怎么这么慢？快了，还有三分钟。他们没有发现，就是这个位置啊。琪琪，靠你了。给我解除病毒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还有我呢。可恶的小老虎。莉莉莎，你留在这里保护超级病毒卡。都怪你，让我的明星梦没了。看我的超级泡泡龙。病毒植入就差一分钟了。你们来晚了，发电机没救了。队长，现在可千万不能拔掉病毒卡片，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给我闭嘴，不要老是把我的秘密说出来。卡卡，你听到了吗？拔掉病毒卡就行了。没问题。病毒解除了。我就知道，即使病毒不行，那个小丑也撑不住。我们还是先撤退吧。队长，快放我出来！
嗯，密码是启动快速放弃模式。啊！怎么突然没电了？难道说欢乐城永远黑暗了吗？不，欢乐城不能没有娱乐，没有光啊！来来，别担心，我把原来的电池修好了，我们一起装回去。一、二、三。咦，怎么没亮呢？你真的修好了吗？可能是娱乐节目都停下来了，大家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，没办法产生电力。难道大家的注意力不能放在别的事情上吗？爸爸，我要看星星。我们真是好久没看过星星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，好久没看到这么美的夜空了。哇，流星雨啊，快许愿。哦，这是也许这才是苏博士梦想中的发电机和欢乐城。